Ubisoft 最新的极限运动游戏《极限共和国》（Riders Republic） 要带不能出国的你到国外挑战极限过过瘾喽！本作是极限巅峰的精神续作，每位玩家都是前途似锦的极限运动员，来到这个极限运动乐园挑战山脊上各式运动，以实际有的自行车、双板和单板滑雪，以及喷射飞鼠装等等活动为主。配上亲切感十足的特技学院教学，并搭载自动辅助技能，帮助你在学习特技时自由调整落地和摄影机视角，就算不懂运动原理也能够享受肾上腺素喷发的快感哦。游戏还与现实世界的赛事跟厂商合作，看起来很夸张的魔王赛事，现实里是真的有这种比赛的哦。许多在店里买不起的高档装备，游戏里可是随便把玩。随着进度解开的搞笑序章，可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好用。看到三轮车，别以为是来卖冰的，跑起来真的超快的哦。社交技能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强化，以往只会在各个山头或是赛事中碰到其他学友，这一次透过全新的全球范围连线机制，让你可以在极限山脊上看到人山人海的玩家，大家一起拼招式或是发呆看风景，非常热闹。当然也可以去参加特技战或大规模竞速，多达50个人一起同乐的疯狂赛事，一起冲出去撞成一团。有的特殊载具可是只有在这里才能够玩得到哦。极限共和国目前已经正式在各大平台上架，喜欢挑战极限的玩家现在就一起来感受特技的刺激吧。